善良不能当饭吃，但是善良可以引天眷，眷顾的眷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善良，就要回去问问自己了，真善良假善良，啊，各方面都要如天地的啊这个理论啊，天理啊来运转，哦、啊，我们祈祷啊，这个世界无灾无难。也没有任何的公害，是不是？大家和平共处，幸福快乐的在地球道场上生活着，这不是很好？共好共荣的日子为什么不好？为什么要两个国家谈判桌子上坐上去，就差点外交官身上带着扁钻插在对方桌子上，需要搞成这样子？但今天事实已经发生了，竟然是如此、欸，那个言语讲话那个针锋相对的那样子，就差点真的身上拿出扁担插在桌子上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就算今天真的一言不合打起来了，明天要代表什么？会不会变成人类的不归路？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怎么都不怕，都虎视眈眈说过来啊过来啊，没有在怕你的，是不是？打下去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还是刚刚开头又问你怎么办怎么办，你也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不是？顺天而行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天地的怀抱中，好，不能够过于自己吓自己，也不能够过于太天真，觉得不会啦，什么年代了不会打啦，我们本来就希望不要打，也期许不要打，也认为不要打，但是有人就是真的有那个打的环境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最后本来没打的时候真的变打了，真的这样的，怎么办啊？所以还是吧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